不就是老公是个燕吗？不至于连星巴克都喝不起了吧？哎，你说这咖啡啊，这是我老公给我冲的，我都说不用，他非让我拿着。开晨，早安。早。我来不及了，我不吃了。今天我要去超市，有什么要我带的吗？啊，有，医生，不如你晚点再去，你等我回来，我们一起去。好。这是什么呀？早饭。啊，你人也太好了吧！谢谢中华好室友，给你比心点赞。手机带了吗？带了。熊卡呢？带了。钱老师，谢谢。你的房还在找吗？哦，正在找了，会尽快搬出去的。嗯。对了，今天下班早点回来，一起吃个晚饭吧。家庭主妇吗？职责在身。嗯。啊。真靠谱。拜拜。晚上见哦。我说的什么？这么说会不会太唐突了？林律师早，林律师，天天来了。早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林律师早，早，林律师。早。哎呦，秦律师，什么时候开始消费降级了？不就是老公是个燕吗？不至于连星巴克都喝不起了吧？你说这咖啡啊，这是我老公给我冲的，我都说不用，他非让我拿着。看你这狗粮撒的，不过也是啊，这男人事业上不顺，家庭上就得多付出，不然就真的家庭失衡，长此以往就没办法长久了。李律师，我觉得你说的对，我已经跟我老公说了，哎，我说呢。在家就在家吧，没关系的。年薪百万嘛，我们不要了，每个月两三万也挺幸福的。工作嘛，又不是生活的全部，你说对吧？每个月两三万，那是多少人的奋斗目标呀？你看看我们这些助理律师们，辛辛苦苦一年到头都挣不了那么多钱，你这是赤裸裸的拉仇恨啊！哎呀，我劝你啊，这咖啡要少喝，容易骨质疏松，还容易让人兴奋过头。多学学我，喝喝茶，抵抗自由基，还不容易胡思乱想。李律师，我觉得你特别需要多喝茶，你多喝点吧，加油呀！